材的增肥餐盒，其他小狗的废舌头餐。金针呢，去超市打猎了，买了果蔬、肉肉和三文鱼，都给它整熟。蔬菜最后下，不然太老了不好吃。先给我裁薄整块，胡萝卜颗粒来一点点，这可不是猫砂。兔肉口味的主食冻干饼，别整天防腐剂防腐剂的，自己查查看冻干是要防腐剂吗？一斤几百块，如果还加防腐剂，你看我像不像冤大头？来个骨汤美滋滋。嘿嘿，来了财宝爱的三文鱼，满上满上，肉肉满上。今天买的蓝莓特好吃，也很大颗，各种菌菇啊，灵芝孢子粉啊，梅粉也整些，搅拌均匀，粉不要呛到小狗了。接下来其他几个蹭饭变胖的小狗，是应该让他们舌头累一点。先整个主食罐，嘿嘿，罐头这个工艺也不用防腐剂，各种粉粉整进去，神不知鬼不觉就吃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小狗的初乳乳酸菌，没吃过试一下。然后就是搅拌均匀，鱼油整点。接下来就是我的创意搭配环节了，主打一个虽然做的丑，但是很自信。颜色太单调，整个酸奶，加上点蔬菜肉肉，一下子就美丽了。如果再想难度提高，可以冷冻再给小狗，但是我的冰箱啥也放不下了。嘿嘿，最后搞定，还是挺好看的。吃吧。旁边狗急得嗷嗷叫。妹妹，弟弟。吃饱了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姨们拜拜。